5月13日，第1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率队到访广西南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及援外医疗队队员进行交流，并分享了基金会未来计划。梁振英称，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是基金会的旗舰项目，多年来，通过与各省份医疗队的通力合作，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基金会与广西医疗队的合作，给柬埔寨和老挝的白内障患者带去了关怀，也展现了中国医生的医者仁心。我们请了广西卫健委给我们派医疗队到这两个国家，一个呢是老挝全国，另外一个是柬埔寨的波罗缅省，做全国全省的白内障致盲的消除行动。这两个行动呢，都是大概在一年半之前先后启动的。至今呢，已经完成接近7000例的这个手术。老挝，全国，大概3500，柬埔寨，波罗缅省大概3500，大概的数是这样。在老挝呢，我们现在已经转移到它全国的第三个城市，这个工作刚刚开始。在柬埔寨的波罗缅省呢，全省的消除行动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完成的收尾的阶段。老挝全国的工作呢，我们就相信呢，要是下一步的工作顺利的话呢，也有可能呢，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他全国的白内障致盲消除行动。梁振英表示，在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中，比较困难的是做好宣传工作，还有如何取得当地民众信任。很多病人呢，一就不知道，知道之后呢，有些不相信，相信之后呢，有些心里面有些害怕。把所有这些病人找到，带到医生身边。我经常说这个工作呢，可能前面的部分占了95%的工作量，后面的部分呢，由于我们医生医疗队呢，这个技术是非常好，很有经验，而且这个手术呢很有把握，需要的时间不长，所以后面的工作呢可能是5%的工作，但是医生的这个角色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往往呢，我们在这些国家，尤其是有些发展中国家，交通不方便，语言不通，还有一些国家它这个地理条件呢挑战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到这个村里面把这个病人找到，做好这个宣传工作，这个工作呢也不容易。在非洲吉布提，有位因白内障致盲的患者令梁振英印象非常深刻。他认为人类感情是共同的。他去做手术的时候，他太太，他女儿挺着大肚子，随时可以分娩生产了，陪着他去，这种两代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啊，在非洲也是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然后老先生做完手术，回家了，第二天过来检查，杰克沙普看见了，他女儿就在当天给他生了一对，双胞，外孙。然后呢，他一家人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这对双胞的小宝宝的名字跟我们在当地的两个男的工人员的名字，另外呢各个地方，因为大部分这些病人都是上年纪的，都有了第三代的，给他接开纱布说，先生太太你可以回家了，看得见了，医生检查过了啊，你这个手术完全成功。你回到家，你第一眼想看什么？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底下，大部分这些老先生、老太太都说，我回家第一眼要看孙子。他说我失明5年了，我是孙子3岁，或者失明7年了。我孙子5岁，这个孙子呢，我摸过，我听过，我搂过，但是呢，没见过，所以呢，这种亲孙子的这种
这种感情啊，我们中国人都有啊，我们都很珍惜啊，很重视。目前基金会已经在柬埔寨、老挝、吉布提、塞内加尔及毛里塔尼亚等五个国家完成了接近 1.2 万例的免费白内障手术。基金会项目也为内地与香港青年人提供参加援外工作及民间外交的机会。除白内障手术外，基金会也有计划的开展防控登革热项目。在今年1月，东帝汶成为基金会第6个项目国家，并在该国展开为期9个月的登革热防控项目，旨在从早期诊断、预防、保护及教育措施多管齐下，控制登革热的传播。今年4月，基金会已与洪都拉斯卫生部签署了合作意向书，最快将在6月组织义工到洪都拉斯启动防控登革热项目。